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为您介绍，邵永玲老师、张学峰老师，欢迎两位。自从英国方面啊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之后呢，这款被誉为西方所谓最先进的巡航导弹的弹型呢，被乌军视为是王牌武器。而对于俄军发布的各种拦截记录呢，英国方面是一概不予认可。但是让乌军沮丧的是，俄军真的完整的缴获了一枚风暴阴影的巡航导弹，还把它的内部构造发到了网上。接下来的短片呢，我们就来揭秘风暴阴影巡航导弹。2023年7月初，俄军在前线发现了一枚坠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它的结构几乎完好无损，疑似是发生故障或者燃料耗尽而坠落的。俄军连夜将其运回国内拆解研究，并将其内部构造全数曝光。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全长约5.2米，发射后展开的折叠弹翼翼展约3米。导弹最前端是传感器整流罩，后面是红外传感器单元。在导弹攻击目标前的最后阶段，风暴阴影依靠这种高分辨率成像红外导引头来捕获目标。红外传感器后方是导弹的惯性制导单元，用于实时获取导弹的飞行方向、俯仰和姿态。风暴阴影有两个战斗部，前方的聚能战斗部可击穿5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掩体，为后方的主战斗部炸开一条通道，让后者可以进入掩体内部爆炸。导弹的后段主要是 TRI-60/30 型涡喷发动机和它的进气道，能够让风暴阴影达到0.95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美国动力网站称，俄军完整缴获风暴阴影后，将会更好地掌握它的性能和弱点，从而提升拦截成功率，也能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改进俄军的同类导弹。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俄军是完整的缴获了一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啊，不仅如此还把它的这个内部构造都曝光出来了。美国媒体就认为呢，这能够让俄军知悉它的弱点，从而提高对它的拦截成功率啊。那么这款导弹的弱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我觉得也很难说有什么可以摆到桌面上的弱点。实际上风暴阴影呢，作为第四代巡航导弹，它是智能化的，有隐身能力，应该说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你不能说哎，我缴获了一枚导弹把它大卸八块，然后我就找到它的弱点了。那可能如果从弱点本身来讲，大概也是一般的巡航导弹通常有的弱点。比如说在巡航阶段它可能是超低空飞行，但是在末端的话，在攻击的时候它需要拉起来，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隐身能力了，是不是？俄罗斯方面的雷达就可以发现。那么从现在来说呢，你说俄罗斯也不可能说哎，我发现了它的弱点，然后就给我的这种防空系统来一个大升级，这个我觉得目前它也做不到。你不能说哎 S300 S400，因为我知道了风暴阴影的弱点，然后我就给它重新的把配置一下，现在看来呢也来不及。所以我觉得这种展示啊，你这个导弹这么厉害，现在被我捡到了，说明你这个导弹不行嘛。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政治和心理方面的意义。那么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对付风暴阴影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打乌克兰的空军基地。那我们看呢，前段时间他打了乌克兰西部的2个空军基地，实际上就是想打苏两四。那苏两四呢，目前是投掷风暴阴影的唯一的载机，就把它空中平台对，还是打源头。嗯，明白了。所以美国媒体的这个观点呢，有失偏颇啊。另外，这次俄军缴获风暴阴影之后呢，还产生了一个让西方非常不安的因素，就是西方分析啊，俄罗斯它有可能迅速的复刻风暴阴影，甚至把风暴阴影上面的一些关键性的技术用到自己的巡航导弹上。你比如说像 KH-101 之类的这个俄军的这种空射巡航弹，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哎，我觉得首先呢，俄罗斯可能没有必要去完全复刻一版风暴阴影，搞一个所谓的风暴阴影司机出来。因为按照俄罗斯的工业技术水平呢，它完全有能力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独立研制一款类似的防区外发射的隐身巡航导弹。
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风暴阴影，它的这个体量呢，是在俄罗斯的 KH-59 和 KH-101 之间，因为它1.4吨左右，你像 KH-59 大概是不到1吨，而 KH-101 呢接近2吨，打得更远。那么俄罗斯现在掌握的技术呢，完全包含啊覆盖了这个风暴阴影，所以说呢，俄罗斯完全能够自己研制，而且俄罗斯目前呢也正在研制一款啊类似的吧，但是要比风暴阴影更小，就是 KH-69，以前叫 KH-59MK2。那么这款导弹呢，也是一个隐身的远程的对打击的巡航导弹，但是它体积更小，可以放到苏-57战斗机的内置弹仓内，这样呢可以发挥这个隐身战斗机的作用。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没有必要啊去复制完全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呢，它有些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思路啊，可以对俄罗斯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啊。然后呢，它把相关的这个方案应用到目前正在生产的或者在研的导弹中，然后呢，提高它的生产或者研发的效率。但是我们还看到一个情况呢，就是风暴阴影在被俄方完整缴获之后呢，非常快的给俄罗斯又来了一次打击。那这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看短片。2023年7月12日，据外媒报道，乌军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别尔江斯克附近的俄军第58军预备役指挥所，导致南部军区副司令奥列格·佐科夫中将死亡。据悉，佐科夫或是第二位遭风暴阴影打击阵亡的俄军将领。6月12日，在扎波罗热地区，俄军第35集团军参谋长谢尔盖·戈里亚乔夫少将遭风暴阴影袭击阵亡。除了精准打击俄方重要人物，乌军还使用风暴阴影袭击俄军后方的指挥所、燃料库、弹药库和关键民用设施。在6月22日，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州的琼加尔大桥遭到风暴阴影袭击，使俄军后勤保障受到影响。好，刚才短片啊是简要盘点了乌军风暴阴影的一些重要的战果，比如说在6、7月份分别炸死了俄军的一名少将和一名中将，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来分析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乌军的情报比较厉害。那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对俄军的高级将领搞什么斩首，还是因为情报准。但这个情报它不是单一的，比如说它可能会有线人，会在当地有一些人给他们提供一些消息。特别重要的是，就是北约会给他各种支持，比如说截听一些电子信号啊，进行窃听，然后通过这种技术的手段会了解到一些高级将领、高级官员的行踪。这样的话呢，乌军就可以随时做好准备了。那你比如说苏-24要投掷风暴阴影，你得要准备好啊，这个时间很短，势必事先对他的行踪是了解的。他提醒了自己。对，苏-24肯定要升空，要做好准备，然后就在那个点儿那一时刻，导弹来了。所以我觉得，与其说风暴阴影厉害，不如说乌军在北约的支持下，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这当然也和这个风暴阴影的一些特点有关系，比如说他打得远啊。它最大射程，按照外媒的说法呢，可能是出口型，最大射程不到300公里，但是呢，也要比，之前乌克兰方面呢获得的海马斯火箭弹打得远。海马斯最远能够打个90多公里，但是这个啊，打300公里。以前可能，俄军的将领他会远离前线啊，就是在他的海马斯射程之外。但是呢，现在来看呢，你在离海马斯可能远一些，但是仍然在风暴阴影的射程范围内。那么风暴阴影呢就可以够着它。另外呢，风暴阴影打的也是比较准的，它不仅呢能够炸大楼，而且能够炸大楼的特定的部分，所以它的精度可以在3米以内啊，可以炸特定的房间。特别是它还使用了智能的这个引信，可以控制在某一个层爆炸，所以打上1-2枚的话就可以炸特定的房间。另外从俄罗斯方面来看，虽然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风暴阴影啊，可以发现，可以拦截，比如说俄罗斯确实公开了一些铠甲 S1 防空导弹系统拦截，风暴阴影的一些画面啊，确实能拦截，但是说做到每一枚拦截是很难的，因为俄乌冲突的交火区啊，交火线将近1000公里啊，说，那么这款导弹呢，飞得又比较低，俄方的地面的防空雷达、防空导弹对这款导弹的探测距离、拦截距离，也就是10多公里，顶多几十公里。
它不可能覆盖整个战区，覆盖所有的重要目标，难免造成有这个漏网之鱼。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风暴阴影啊，刚才邵老师也多次提到风暴阴影它的一个发射平台呢是苏24，是吧？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有趣的短片。2023年5月下旬，乌克兰前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些照片。人们在其中一张照片上赫然发现了挂载有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乌军苏-24MR 战术侦察机。导弹的挂架疑似是从退役的英国狂风战斗轰炸机上拆下来的。虽然照片被迅速删除，但乌军的风暴阴影载机已经彻底曝光。苏24机箭手是苏联于1974年投入服役的可变后掠翼全天候战斗轰炸机，具有优秀的短距起降能力和高达8吨的载弹量，配备有用于超低空突防的地形跟踪雷达。乌军在苏联解体时继承了大约120架苏24，至2019年时，仅有23架仍能升空作战。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军在北约的帮助下将一些苏24恢复到能够飞行的状态。至2023年7月底，共有17架被俄军击落。苏24MR 是苏24战斗轰炸机的专用战术侦察型，保留了苏24M 的大部分导航设备，但去除了猎户座 A 火控雷达、激光电视制导系统和航炮。刚才的短片当中呢，是列兹尼科夫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来的这个乌军的风暴阴影导弹的载机啊，居然是苏24啊。那么乌军为什么会选择数量较少的苏24MR 来发射风暴阴影？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因为乌克兰的空军已经基本上被打得差不多了，它可能还会有少量的米格29，包括苏27，但是这两种机型呢，它都携带不了风暴阴影。米格29呢，它的载弹量不够；苏27呢，它可能载弹量是够了，但是它的那个挂架大概是承受不了风暴阴影，因为风暴阴影一枚导弹可能就有1.4吨，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苏24就是唯一的选择。苏24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载弹量大，可以达到8吨，它是一种战斗轰炸机，本身就是这种超低空突防，然后呢对前线进行轰炸，所以它确实比较适合投掷风暴阴影。那当然将来比如说西方的战机进来了，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选项，比如说 F-16 是不是也可以携带风暴阴影，但是从目前来说确实只有苏24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西方的战机是不是已经参与进来了，因为他们都是坐在先说在后，所以也有人认为说风暴阴影可能不只是苏24在发射，因为苏24现在数量很少，但是感觉乌军用的很频繁，那么他又可以防区外打击，所以俄军呢也不好判断到底是乌军的苏24发射的还是其他的战机发射的。所以您的推测呢，就是除了苏24MR 之外，也有可能有别的机型，只是目前还没有被暴露出来。是的，我们知道刚才邵老师也说了，这个飞机本身是个老机型，对不对？它也不隐身。那现在既然是这个老机型，为什么它不把他们这些机型全部一网打尽呢？确实，之前我们也谈过，打这个拦截风暴阴影可以打它的基地啊，打它的这个载机。但是好像现在来看呢，没有起到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我觉得首先呢，这个乌克兰方面肯定也知道俄军会炸他的基地，所以呢他会把这些这个战斗机啊进行分散。对于现在的对于现在的乌克兰来说，这都是宝贝疙瘩呀，这肯定是狡兔三窟到处藏。俄军的这个侦察体系还是存在问题，比较滞后，所以呢很难就是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打击，让这个苏24有喘息之机。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俄军要不要在空中拦截苏24呢？实际上，乌克兰也想到了，他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战术，比如说他把苏24部署在西部的这个机场、中部的机场，然后起飞之后呢是低空出航，这样呢，俄军就很难发现。然后他这个苏24他不必飞到
这个俄军控制区，甚至距离双方的交火线还有100-200公里，他就发射了这个导弹。这个导弹呢是发射后不管的，发射之后数量次就掉头就走。这个时候俄军就很难直接去拦截这个载机了。如果俄军的这个战斗机飞越他们的控制线，去乌克兰纵深打击他的载机，他受到地面防空系统的拦截也比较危险。另外俄军也缺少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难以进行提前的这种预警，所以呢也让这个苏两四有机可乘。好，看起来现在俄罗斯方面要继续拦截，风暴印可能还是在这个末端再下下功夫，可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啊。另外对俄罗斯方面呢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法国版的风暴阴影呢抵达乌克兰了。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情况。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11日称将向乌克兰提供斯卡普远程巡航导弹，首批导弹已抵达乌克兰。斯卡普及风暴阴影的法国型号，这款导弹正是由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与法国马特拉公司共同开发的。法国空军和海军总共装备有700枚斯卡普巡航导弹。据美国媒体报道，随着乌克兰向德国点名索要金牛座巡航导弹，德国基民盟议员罗德里希·基塞维特正在敦促德国政府批准将金牛座运往乌克兰。金牛座是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一种防区外空射巡航导弹，采用涡扇发动机，最大射程超过350千米。导弹采用惯性制导加 GPS 加末段红外成像的复合制导方式，命中精度在10米以内。重454千克的串联钻地弹头可击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36米厚的土层。据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10年前购买了约600枚金牛座导弹，目前其中约150枚可用。刚才短片当中的法国方面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法版的风暴阴影，叫斯卡普啊，而德国的金牛座呢也被乌克兰方面向德国点名索要啊，说我就要这款弹。和英国的风暴阴影相比，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款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斯卡普呢其实就是风暴阴影的一个法国版本，因为本身呢这款导弹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的。可能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大家认为英国给乌克兰的那个相当于是一个外贸版，就是射程可能在300公里以内。那法国呢是自己用的版本，就射程更远，是500公里。可能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射程。所以如果斯卡普被乌克兰的空军使用了，那它就可以待在一个更安全的位置。就我们说现在离前线100公里，那我可以离前线200公里，没有问题的，所以可能打击的范围会更大一些。金牛座呢实际上也是类似的一种巡航导弹，射程是500公里，然后也是具有这个隐身能力，而且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打地下目标特别好，比如说可以穿透6米深的这个混凝土，30多米深的这个土层，所以对地下的加固目标打击的能力会更强一些。那从运用上来说呢，我觉得它和风暴阴影和斯卡普都差不多，反正肯定也是用战机挂载嘛，然后防区外打击，可以打各种各样比较坚固的目标，其实发挥的作用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相当于说乌克兰的这个巡航导弹数量就多了。它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规模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巡航导弹源源不断的使用。嗯，像您所说，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北约各国的这个巡航导弹的到来呢，可能制约乌克兰方面就只剩下载机数量不足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知道北约目前呢已经做了决定，要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而乌军的飞行员呢也已经前往北约国家进行相关的训练啊。挂载风暴阴影的 F-16 加入战局呢，可能目前来看就是时间问题了。那么面对新的组合 F-16 加上挂载的巡航导弹，俄军有没有什么可以与之针锋相对的办法呢？我觉得最终的这个方法还是体系对抗，体系破袭。俄军面临的这个威胁不仅仅是 F-16 加巡航导弹，它还会面临更大的体系威胁。你比如说俄军如果使用战斗机拦截 F-16， 它可能面临
乌克兰方面地面防空系统的打击。如果俄军用地面防空体系靠前部署拦截它的巡航导弹，它的地面防空系统也有可能遭到乌克兰的这个炮兵火力的打击。同样呢，俄罗斯也是有作战体系的，比如说乌克兰有炮兵啊，俄罗斯可以使用反炮兵火力对它进行打击。乌克兰有地面防空系统，那么俄罗斯呢可以加强它的防空压制作战。所以最终呢，它是一个体系的对抗，而不完全是这种这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所以俄军在防巡航导弹方面呢还是有很多事儿可以做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专家就乌军的风暴阴影在战场上的表现呢进行了具体的评析，也分析了俄军针对风暴阴影的威胁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而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北约在对乌军事援助方面还在持续加码啊，不断的解锁所谓射程更远、威力更大、智能化程度更高的远程导弹，试图给俄乌局势进一步火上浇油。对于俄乌战场上的远程导弹和反导拦截系统之间的较量，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贡献自己的智慧，我们也感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